就咱们从热身开始啊。热身之前有一个小游戏，一个小游戏啊，两人一组，两人一组。我吹哨的时候，迅速的剪刀石头布。输的那个人，快速做一个俯卧撑。啊，两个人平局都做啊，尽量不要平局啊。这是第一轮，第二轮是一样的，平局请动作。第二轮一样，吹哨迅速做剪刀石头布，输的那个做两个。平局做两个啊，能记住吧？记住，啊，一个小时针，一个小时针。来，那边记住了，准备，准备。一吹哨做动作，吹哨做动作，吹哨，吹哨，准备。好，预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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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哎，没没没到第二轮，第二轮，咱俩太有默契了，不要这么默契好不好？没意义。这样，对对对，来准备，两个两个准备，我出十号，我出步，好。哎，好，下一组三个，下一组三个，下一组三个准备，下一组三个准备，预备。好。撞了一个，呀！完了，太急了。好，四四四，预备。啊！不讲信用了，你怎么回事？好，加油加油，五五五，准备。啊！没有两局，就一局啊！哦，到十，到几啊？来六，准备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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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呀！下回我不。好，最后两组，最后两组，做到八，做到八，最后两组，做到八，来七，准备七，准备十。走哇，哎，不是，我说我注意的。好，做一局，做一局，我出步，我出步，最后一局，我是剪刀，我是剪刀 ，OK，OK，OK。就喜欢你这种形态。几个？十个。好，停。花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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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朵。